神这种爱神，撮合每一对合亲人，偶遇爱人，渴望教堂里热吻，世上每一对，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，人便会被吸引。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？谁怪罪爱人？要令爱朝夜怒愤，爱伟大，为何爱注定犯感？火和火柴，幸运地遇着认定可同心共死，祝福天生的一对歌和歌词，感情很完美。在现实并非爱情都如此，非一般一双一对感人恋人可同悲共喜，都算福气。爱并没为祸，哪怕向你掟石头，相恋的感受与那个也是自由，这定律何以定你唯一？将传统联系，不应该天生一对恋人，恋人不容许甜美，不顾一切的坚持，坚持一般的相爱对象，感情都如此，非一般一双一对光和光明，惊什么是非？快啲 keep 住善心呢一团火，打嚟1878333支持东华三院 ，thank you。